听哪种音乐会越让人想续杯？法国研究发现，酒吧的音乐音量越大，还是节奏越慢，会让人喝酒越想续杯。节奏越慢，会让人喝酒越想续杯。觉得他答对了几种？哎呦 ，DJ。年长的都认得，因为他们到了听慢歌的时候。晚间六点，京都念慈庵全民新攻略。